章呢是讲这个计算机病毒及防治，还有计算机病毒概述，就是红病毒，还有网络病毒，还有反病毒技术。那么重点是 Office 病毒，还有网络计算机病毒，还有反病毒技术这几个啊。因为这个病毒大家都比较了解啊。那么计算机的病毒的定义啊。那么计算机病毒有很多种定义啊，最流行的定义为呢，计算机病毒是一段负责在其他程序上的可以实现自我繁殖的程序代码。它是一个负载其他程序上的一个可以实现自我繁殖的程序代码啊。我们知道一般程序一般不能够负载其他程序上面，是吧？你的程序就你的程序，是吧？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定义为，计算机病毒是指编制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和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这个计算机病毒啊，那计算机病毒首先它是要自己编制啊，肯定是制造者他自己编制出来的。然后呢，然后在计算机程序中呢，能够插入这种破坏计算机功能程序，就是说它编制以后，它编制以后它不能够给你是吧？它在想一种方法能够把它带进去，这就是它的这个什么？这是它的这个高明之处啊。好，那么这个计算机病毒的话，一般是通过还有什么拷贝？那么计算机病毒的发展历史啊，最早的是一种原始病毒。原始病毒阶段啊，最开始造病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水平还是很低的。那个时候病毒都有一个什么标志码，还有一个标记，所以我们那个杀毒软件的话呢，就很容易把那个标记给看到啊，就能够把它给杀掉啊，是原始病毒。好，另外一种就是混合型病毒。这个混合型病毒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病毒啊，它不是一种，它两种混合了。这混合以后它不好排除。这个混合型病毒的话，我们说这种病毒它这个标志位啊，它不好找是吧？我就不好找，它混合在一起的话，病毒的这个负责任更大啊。第三个是多态性病毒，这个病毒呢是一种多态啊。像那个 Java 里面讲的是多态，啊，这个是多态性病毒，不同形态出现。再往上走就是网络阶段的病毒了啊，阶段病毒的话呢，就是目前比较广泛。然后呢，第五项就是一种主动攻击性病毒啊，这种病毒的话就是第五阶段，也是目前我现在看到啊，什么 DDoS 都是攻击性的病毒。这个计算机是2012年的时候，这个瑞星的评测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杀病毒啊，一个是个脚本病毒。这个脚本病毒的话，一直来说的话，这个电脑出现了恶意的弹窗，增加恶意网站流量啊。然后就是这个，它这个脚本病毒，它是属于无码病毒的一种啊。然后第二种呢，也是无码病毒。好，另外一种就是说蠕虫病毒啊，这个是 WORM 就是打的蠕虫病毒 ，V32.B4.D 啊，这是一个蠕虫病毒。这个病毒伪装成文件夹、图标，迷惑用户啊，中毒后来会篡改 IE 主页和恶意网站。第五个是漏洞利用脚本病毒，利用系统漏洞侵入侵电脑，从黑客指定网站下载系统病毒。你不是你缓冲期没有做那个保护吗？是吧？你一出以后，我给你重定向，重定到呢，到我的黑客的这个网站里面下载病毒。但是这一切的话呢，你看不到，你肯定看不到，你不知道发生什么，突然间这个机器就好像没有反应了，是吧？还有是发病毒，就是释放黑客后门后并运行。接受远程命令，使中毒电脑成为肉鸡。啊，
这个肉鸡的话呢，是这个病毒 ，Fabry 啊，成为肉鸡。通过黑客后门，通过你的这个电脑里面的安装的那个黑客后门，有远程的机器来控制你，啊，调你的东西，让你电脑因为成为肉鸡了嘛，啊，这样一个原理啊。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肉鸡啊，被操作的基本的一个原理。马病毒啊，都是马病毒对头啊，连接黑客服务器，上传本机数据，接受黑客命令，盗取隐私啊，这是什么？也是非洲病毒啊，这是典型的大号，这是什么？盗取隐私是吧？这种叫做连接黑客服务器，这种叫什么叠件软件是吧？这种的比较多啊，这种比较多。这种的病毒的话，就是不能够轻易上网。一旦轻易上网的话，有些这种东西就会被连在黑客服务器里面啊，正常的去接受这个命令，然后盗取了。还有一种木马病毒呢，是这种淘宝客劫持病毒。啊，这个淘宝这个顾客啊，淘宝客户啊，他能够这个劫持。把你劫持了是吧？在他这个命令下面呢进行这个交易，比如说产生物交易，这是淘宝客的一个劫持病毒啊。劫持以后，你的这个钱财也可能会误入啊，就会被劫持掉。这样的话呢，可能财产损失。啊，另外一种病毒叫做下载者啊，从指定网站下面呢下载病毒并执行。啊，这是从指定网站里面下来的木马病毒，然后这木马病毒的话呢，这属于这个的，让你从指定网上下载啊，这个厉害，它给你定位以后你就下载了，尤其我下什么东西的时候，莫名其妙下一些病毒是吧？从一些网站里面自己下载是吧？下面然后进到你电脑里面是吧？好，另外一种就是这种蠕虫病毒。这也是伪装成另外一种伪装成文件夹图标。计算机病毒发展趋势啊，未来计算机病毒趋势呢，会有如下一些特征：病毒的网络化啊，病毒与 Internet 还有 Internet 更紧密结合，利用潜在的产品，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进行传播，如邮件、渔网、远程管理、实时通讯工具，对啊。好，那么就是这个病毒的网络化现在是普遍啊，因为这个毒的话呢，通过网络传递现在是最厉害的啊，最可怕的啊。这个病毒呢，网络化啊，这个病毒的网络化，我一说病毒的网络化，你们应该知道啊，是与 Internet 和 Internet 更紧密的结合，利用 Internet 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进行。好，那么病毒的这种功能的综合化啊，新型病毒文件传染、蠕虫、木马、黑客特点及医生啊，破坏性大大加强。那么这个传播渠道呢，这个多样化是吧？病毒呢，通过这个网络共享。网络漏洞、网络浏览、电子通信软件等途径传播。